开麦。And action. 哇啊！太棒了。Go. 其实这回合作很有意思，就是你全都是跟外国人合作，澳洲顶级的团队。This far from him, more personal. 他们两个在这个位置说话，孩子在屋里面。澳大利亚的工作部门太专业了。1, 2, 3. How far we see we get champion. 当时特别大的一个困难就是，又要把动作设计好看了，又不能让它超出了主人公在剧情中的这个合理程度。这种急刹车和急速摆尾的漂移，两个演员下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害怕。在这种质感的电影里头看见男女主角是中国人，是中国演员，我觉得好像是第一次吧，第一次在中国电影里看到这样，所以我看的还是很兴奋的。制作也是极其的精良，节奏也非常的好。这种叙事的格局，这种制作的规模啊，由一个女导演来完成确实是不容易，让中国电影向工业化升级的这么一个努力，这种升级在这个时候难能可贵啊！那么这一步迈出的非常的。